各位好，今天我们进行第四讲 WPS 界面切换。目前金山办公软件的最新版本是 WPS 2012版，全新的界面，全新的体验，与以往的版本界面相比较有360度的变化。对于新界面，或许有部分用户还没有接受过来，今天小编教大家如何瞬间切换 WPS 界面。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 WPS 文字文档，然后看到我们的界面的右上方有一个像两页纸层叠在一起的图标，只需要点击一下，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是否切换到经典风格界面，只要我们点击确定，并且我们在下一次重启文档的时候就可以切换成经典界面了。那么我们先下面来试一下，重新打开界面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切换成以往的经典界面了。那么如果切换成经典界面以后想转换成我们现在的豪华版呢，应该怎么做？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具选项卡，然后点击下面的切换界面，同样也是在关闭文档重启以后就可以转换了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，WPS 界面切换。